你以前不是成日都打拳的咩？点解而家唔打啊？爸爸喐得多会饿噶嘛，所以我而家喐少啲咯，系咪？明哥，你仲有冇练功啊？有时间咯，我嚟搵食啦。世界是怎样，我只知道一家人不分开就什么问题都没有。现在时势不好，你是不是很应该做点事？你看着同胞被人打死，你有没有尊严的？你这样去打他们，打死他们，打百个，打千个。三万大米，我只不过是一个中国人。每个人要行的路都是要自己去选择的。